诗歌舞，诗歌舞，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，那个民智未开的时代，在卡比罗维国诞生一位救护世间的角色，伊就是太子悉达多。悉达多悟道成佛后，开始以深深微妙的神法来度化众生，在灵鹫山初转法轮，以经王妙法莲华经开启佛的智慧大门，引导众生航行浩瀚法海中。佛陀说法度众49年，在涅槃圆寂前不忘叮咛弟子，佛灭度之后要以戒为师，严持奉行如来教法。佛陀前世曾经历过100亿次的轮回，幻化成有情无情众生，因应众生因缘，随分随时随处演说佛法。佛陀教化众生无数，足以堪称为世间的生命导师。正法永驻，如来法身不灭。欢迎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。知恩报恩是做人的根本，所谓滴水之恩，涌泉以报。报恩是常怀感恩心，念念为他人着想，做利益众生之事。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，却只想接受，不想付出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会知足常乐，欢喜面对人生，能站在他人的立场，时时检讨自己。贪得无厌的人，对他人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，甚至还会因为帮助的不够多而心生怨怼。在真实与本身因缘中，佛陀就提到过去有恶逆王子，因为生性暴力，对仆众动辄打骂，于是在一次意外落水后被逝者抛弃。以前梵武王在婆罗那城帝国的时候，有一个恶名昭彰的王子，他浑身充满着暴力之气，冲动的时候像一只喇叭，讲话的时候咄咄逼人，像是一尾吐着自身的毒蛇。与人交谈的时候，三两句的便甲人起冲突，马上演出全武行，一定爱拍甲双方拢挂彩才肯罢休，简直甲斗家无虾米两样。这名王子就如同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在王宫中，每一个人拢甲伊保持距离，惊去招惹着伊。心性比较较无胆的人，好比鸟鼠看到鸟共款，立刻退避三舍，唯恐招避不及。有一日天气相当炎热，暴烈王子感觉赤烈难耐，规身汗流浃背，便对水将说：“我想去河里修水。”水将说：“河水相当湍流，也有漩涡，并且河里暗中着打石，处处充满危险，但是唔通去较好。”王子若是想要消暑的话，王宫中的御花园内有一个荷花池，但内面泡一个就好啊。王子一个箭步冲到水将的面前，伸出正手一把勒住水将的衫领，怒斥在对着伊说：“我是天不惊地不惊的王子，区区一条小河流，能奈我如何？”随从看到王子执意要去，只好下命陪着王子。一家人浩浩荡荡来到河边，汪汪流的河水川流不息，冲
老来到大石形成一股漩涡，水将对王子说：“现在河水八流，实在无法落水，更何况远处有乌云即将飘来，马上就会变天。王子，咱也是回去吧。”王子受气地说：“我拢来到河边啊，哪有无落水的道理？恁若是惊的话，就莫落去。”王子脱去衣服，赤裸着丁身，一跃身就跳入河内。虽从心内咧想，王子平常泰然刻薄，无定着就怎样被河水甲冲走去。到时候国王一追问，便讲王子失足坠河，被窜流的河水冲走了。一开始，木勒王子欢喜的在河岸边泡水，无小心脚一骨，拄好一个窜流冲过来，王子就怎样被水流冲走了。随从因全拢惊戆去了，无想到一举成谶。这个恶名昭彰的王子，便被海陵王掠去做囝婿啊！全部随从因集思广益，要统一说辞。一旦国王问起，一律回答。王子因为规劝唔听，即未到河边受罪，一失足，便被河流冲走去。到暗时，御花园准备好跪倒佳肴，要替国王庆生，派人去叫唤王子。结果回报说，王子失踪，无伫寝殿内。国王召来随从问话，随从口径一直回答说，王子因为规劝唔听，即未到河边受罪，一失足便被河流冲走了。国王命令属下到处寻找王子，却始终不见王子的踪迹。正所谓过去因，现在果，现在因，未来果。不论罪业轻重大小，最终果报还自受，自食恶果。一个心量狭小、处处计较的人，总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，实际上自遭罪过。所以我们修行学佛，要让自己心量广大，对人宽宏大量，时时刻刻检讨反省，学习佛陀的慈悲胸怀，以大众的安乐为安乐，常存知恩感恩的心，常思利益一切有情，在生活中落实，必能消弭怨恨、失望、不服气，一切是非烦恼、嫉妒怨恨，自然消失于无形。西方法界推出释迦佛挂端，刚说释迦佛对太祖告五德，法官正的无上正的正角，到最后成佛的一生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回来好奇，让释迦佛挂端的节目透过西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好奇节目制作经费，话播的号码4227-4784，号名西方法界基金会。徛四国边境的西北边有一户婆罗门人家，厝内的囡仔长大之后修炼成仙，就离开厝到河边搭了一间茅草厝，平时靠着抓鱼，就是到河边不远的树那来去采蛮野果充饥。迄时仙人永远暗餐，行到厝外，顺着河岸边行去，忽然间听到有人在哭泣的声音，行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名赤裸顶身的年轻男子，趴在河岸边在哭。仙人发现年轻人已经体力不支，规个人完全瘫软，于是将伊扛在背上，一路扛返去草厝内。仙人赶紧找了一件衣服给年轻人穿起来，并掀了一盆火将伊取暖。
仙人赶紧为伊熬了一碗米糜，让伊有一个温饱。王子用完餐后，身体小可有了元气。仙人问王子说：“你是怎样摄入河来的？”王子说：“我唔是摄入河来，我是因为想要收水才跳入河来。没想到河水相当湍急，加上落着滂沱大雨，为河水暴涨，我就这样被水流冲走了。幸好有一张树木漂流而来。”我赶紧将伊揽住，漂流了真远，最后靠浅在河岸边。仙人微笑着说：“真是大难不死啊！你这样危急的时候，你却能如此的幸运，那就因为你是生在富贵之家，才能保你不死。”王子说。你怎样知影我是生在富贵之家？仙人说：“为你所穿的裤来看，并不是一般的粗俗布料，也有你的身材壮硕，是平常有咧锻炼家己，所以才会当和你激战遐尼久。这并非是一般人家才有的。”以这两件事来做判断。我认为你不仅是出生在富贵之家，甚至是官宦人家。我若是要了无唔对，你的身份应该是一名王子，对吧？王子听了相当震惊，心内在想：眼前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就这几个线索，就将人家蒙透透。难道伊有神通吗？王子点点头说：“无错，你了到了，我确实是一名王子。”王子遇到暴雨，在河边漂流，幸运地攀上浮木，而后又有蛇、鼠、鹦鹉也在大雨中依靠浮木支撑，终于等到慈悲的菩萨救助。《地藏经》中说：“一切众生未解脱者，性事无定。”恶习结业，善习结果，为善为恶，逐境而生。对于菩萨的救助，王子非但没有心存感恩，反倒心怀怨恨。他认为菩萨对蛇、鼠、鹦鹉比对自己这尊贵的王子还要好，于是起了憎恶之念。经典中说：“知恩者，虽在生死，善根不坏；不知恩者，善根断灭，作诸恶业。”这种恩将仇报的心如同逆风扬尘，手握尘土丢向面前之人，最终尘土反而回扑到自己身上，让自己狼狈不堪。仙人将王子当作是一般人看待，并无特别去礼遇伊。王子认为仙人无将伊放在眼内。某日，有一尾蛇缩入了茅草处，王子发现之后，准备提伊啊要攻击伊，当下被仙人制止。仙人对王子说：“免惊，蛇并未主动攻击人，那是你招惹伊，伊才会反击你。”王子认为毒蛇是凶猛的，人万一被加伤了，在短时间之内，人就会死亡。仙人对王子说：“毒蛇阁安那凶猛，拢着袂过人类。你即尾母蛇已经大巴肚啊，你若是杀害了伊，便有足济条无辜性命，也会惨死在你的手下。”仙人给了毒蛇一挂食物，毒蛇吃完之后，慢慢的缩了出去。不久之后，有一只鸟鼠走来，夹破了米袋，正咧吃着稻米。王子也准备要扑杀伊，仙人也是加以制止。王子不解地问：“
鸟鼠偷了物件，就如同是贼啊，应该抓起来将伊处死吃掉，怎样可以放任伊呢？仙人对王子说：“鸟鼠是因为巴肚枵，才会来找物件吃。而伊阁安那吃，也只吃一百米的量，对我来讲一点啊也无妨害。我连一只鸟鼠拢救啊，当然对人也无例外。当时我看到你在河边彷徨无助的时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才会出手相救。”王子听了相当生气，贵为一国的王子，竟然甲一只鸟鼠相比，简直是太看不起人。手银按着拳头帽，准备要攻击仙人。仙人冒出了一句话讲：“竟然有人不如一只鸟鼠。自从厝内有了鸟鼠，家雀也变少啊，连鸟鼠拢知影报恩。”人也真不如鸟鼠啊！王子听了火冒三丈，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个箭步向前要攻击仙人，无想到心一急，竟然和伊啊甲关倒了。仙人赶紧将王子扶起来，王子也将仙人的手甲掀开。讲也奇怪。依照王子的个性，早就甲仙人去冲突了，也会当忍受遐尼久，真是无简单。王子的锐气也是无被挫掉，伊一直咧等待时机，要准备反击。河水慢慢退潮，国王命令属下到河边去找找王子的下落，查看敢是会当看到王子的踪影。就算是王子死啊，也爱看到伊的尸体。世有枯朽木，教之某种人，性情为殊胜，贤人与真理。菩萨从洪水中救助王子，岂料反为自己招致苦恼祸患，可见古圣贤之语真实不虚。佛法告诉我们：一念称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守好六根门头，不被六尘境界所染污，保持自信清净。遇到嗔恼的境界时，先忍下来，再起慈悲心，用佛法的道理思维，才能舍弃自私傲慢的己见，看清事实的真相，让烦躁心、染污心、嗔恚心渐渐转为不动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。一次又一次戒静练心，最终也能效法诸菩萨的身心悲愿，悯念众生，恒起慈心。慈是与一切众生乐，悲是拔一切众生苦。能观众生苦，就不会只随顺自己的贪嗔痴；能观众生苦，就能启发自己的慈悲心。王子平安回到婆罗那国，国王相当欢喜，认为王子福大命大，将来王位若是由伊来继承，将会是偌人大的荣耀啊！国王相当好奇，为何王子能够平安归来，便对问王子说：“是倒一位有通天本领的人救了我的囝儿？”王子一字都唔讲，国王便说。既然无人救了王子，那一定是梵天出手相救。梵天眷顾我，怜悯我，唔好婆罗那国将来无继承，才会出手救了王子。过了几日之后，离花园飞来一只莺歌，园丁看到这只不速之客，起心动念，想要捕猎伊。要将莺歌献给国王。有一日，莺歌对国王说：“亲爱的国王，真正救王子的人是一位仙人。王子不知道感恩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”国王听了相当受气，准备要扑杀莺歌，没想到扑杀无成。
国王意外把自己的脚给关到，整个人趴落土脚，就这样摔死了。于是王子继承了王位。先人听闻到王子继承了王位，内心十分担忧，想要到婆罗那国去教化王子。当先人一踏入婆罗那城，城内开始传言到先人救了当今国王的事迹，也传闻到国王不再感恩多报，企图抹灭先人的功绩。新任国王无想过有这样的传言到处散布，便亲自出巡哈济，要用权势来压制百姓。新王在街上游巡时，发现先人已经来到家己的国家，立刻下令将先人抓起来，先关入大牢内，待日后审判。新王对先人说：“你来到我的国家，想必对我有所求吧？”先人说：“当初我会出手相救，并无求你回报。”新王反问说：“那你来创什么？”先人说：“我是想来度化你。”新王笑笑说：“我看先度化你家己吧，你真大胆，放任你所饲的鹰哥到处散布谣言，也让先王发生意外死亡。这两条罪名加做伙，就足以判你死刑。我现在就押你到刑台上，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”鹰哥听到这样的消息，马上向城内的百姓发话，爱百姓到刑场解救先人。先人一路被押解到刑场，百姓夹道一片哀嚎。其中有一位百姓喊着讲：“与其在路边哭泣，不如跟随我到刑场去声援先人，咱来拥护先人为王，将现任国王推翻掉。”华严经中说：“起一嗔心，则受百千障碍法门，嗔灭一切善，灭嗔诸魔障。”故事中的恶王是提婆达多，蛇是舍利弗，鼠是莫犍连，鹦鹉是阿难，受百姓拥戴的正义王是佛陀。因为嗔念起惑造业，使我们的身心感到逼迫热恼，犹如火烧。古德言：“心是火，境是柴，如地上有火，决定有柴，天柴则火大，欲灭火，必先去柴。”经典中说：“若众嗔心而不修，隔众生而不接，障圣道而不行，断佛主慧命。”有慈悲心的人，众生乐于清净。慈悲心虽是本具性德，但在众生境界，善恶的念头是互相消长的，所以我们要发愿，以至诚恳切心立坚固愿，发愿之后心量自然随之打开，同时也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感谢您的收看释迦佛外传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众生开心。